你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我新买的水壶，你看，是不是？你别装了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看见你变身了。天哥，答应我，不要说出去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下次变身找个隐蔽的地方。嗯。去吧，躲开。